很高兴又在这个地方跟各位投资朋友见面了。今天大盘最低点曾经下跌了26点，但是呢，收盘反而上涨了17点。为什么今天大盘跌不下去？我告诉你为什么。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拉近一点，8500点，画一条上升趋势线，接着呢，我们再拉近一点，10000点，再做一条平行线。你可以发现，大盘从8500点以来的走势，都是在这两条平行线中间怎么样上下移动。所以今天大盘，就给大家，今天大盘我们拉近一点，今天大盘是不是刚好碰到这一条上升趋势线？所以大盘触及上升趋势线的支撑，所以大盘怎么样？即将反弹。今天大盘只有涨17点，我说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。接下来各位投资朋友，大盘会怎么走？你会吓一大跳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你要做多还是要做空？当然是要做多，但是呢，要买什么股票？今天我们的侧标告诉大家，5月，现在5月嘛，5月低档标股连续拉出3只涨停板，哎，啊，这些都是高标，或许你已经猜到了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为什么会有5月的第一只标股呢？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我就告诉大家，今年每个月我至少每个月至少会给你一只标股，有没有？那我说到，我有没有做到？1月份，游客13涨到17，2月份雨佳23涨到63，3月份环天科13涨到21，3月份同样是3月份，正祥31涨到72。我说到有没有做到？今年年初我答应大家，每个月都至少会给你一只标股。我有没有做到？1月份，优客；2月份，宇佳；3月份，能基哦，环天科，正祥。那4月份呢？我答应你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做到。4月份，多吉，台富，高考银涨到14块。4月份，第二只股票，金刚，12块，涨到17块。4月份还有一只，嘉禾，6块，涨到快9块。所以各位投资朋友，市场上这么多老师，哪一个老师能够每个月至少给你一只标股？我说到有没有做到？1月份，优客；2月份，宇佳；3月份，环天科，正祥；4月份，更多，台富、金刚、嘉禾。这样子老师，能够每个月至少给你一只标股的老师，我看是无别人。我看是没有第二个人。我年初我答应你，我说我一定会做到，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。那我有没有做到？我都做到了。1月份、2月份、3月份、4月份，1月有没有？2月有没有？3月有没有？4月有没有？那5月呢？结果我给的5月嘛，对吧？5月，是5月，没错哦。好，5月第一档标股，在这一天的时候，我说买点到了，我说这
是一个太好的机会，你千万不要再错过，你赶快上车就对了。我什么时候讲的？这一天，五月六号，我推出五月的第一档标股，五月六号，而且多少钱？这是哪一支？有没有看到？再看一遍。五月第一标股，6235，6235，来，我们看一下6235到底是哪一只股票？来，6235，华府。今天来，我们先看一下昨天，这是昨天的华府涨停板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涨停挂进几张，这是中午11:30收盘的资料，涨停板挂进38333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今天华府怎么样？涨停板对不对？好，来，今天华府再度涨停板，然后呢，涨停板挂进45000张，这是昨天的华府38000张涨停板挂进，这是今天的华府45000张涨停板挂进。看一下呢，为什么越涨越有人要买？昨天涨停板挂进了38000张，今天涨停板挂进了45000张，多了7000张。本来股票是愈去愈无人爱，我的股票是安怎？愈去人愈爱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昨天涨停板38000张挂进，今天涨停板45000张挂进？因为怎么样？市场发现了好东西了啦。所以你今天要去抢，你抢得到吗？你抢不到。但是我是哪一天告诉你的？我都是刚才你讲的。拿近一点，5月6号，对不对？我这一天告诉你了，对不对？我在盘中我就已经告诉大家了，所以各位投资朋友，你不但要看我晚上12:30的运通财经台，你还要看我早上11:00的中华财经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早上11:00的中华财经台，我就已经告诉大家买点到了，而5月6号这一天就是这一天。今天看涨停，没嘛吼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这一天嘛，5月6号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地方？今天嘛，这一天怎么样 ？K 线还是收黑的，代表怎么样？代表你要买几张，你就一定能够买到几张。而且5月6号，对不对？结果5月7号，5月7号呢，还买得到还买得到我给你2天的时间5月6号第一天跟你讲，5月7号还买得到，你5月6号不买，5月7号不买，拍死！我爱和你买啊！你买不到啊！5月6号还买得到，5月7号还买得到，5月6号小涨，5月7号小涨还买得到。你5月6号不买，5月7号你不买，1、2、3，我爱买你啊啦！你买不到啊啦！而且昨天涨停板挂进38000张，今天涨停板挂进45000张，市场发现了好东西，一窝蜂，不能讲一窝蜂，一涌而上。
所以你今天去抢，你抢得到吗？抢得到才怪。但是你抢不到，不能说我没跟你讲啊！哎，各位朋友，天地良心呢？五月六号我就已经告诉你了，五月第一档标股买点已到，五月六号我已经告诉你买点到了呢。一天你还没有呢，就算两准说你一天买无，第二天嘛还没有呢，有没有？五月六号、五月七号两天，我给你两天的时间买，你不买好，没关系，来涨停，涨停再涨停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我又赢了。我不是现在才赢，我不是现在才赢，我从一月就开始赢，优客二月继续赢，宇嘉三月继续赢，环天科正祥四月份台布金刚嘉禾五月第一档飘股，明白了吗？赶快洗。同样哦，同样是哎、欸，来了，你看看各位投资朋友，同样是，这是昨天，我们拉近一点，昨天收盘的资料，涨停板挂进38000张，今天收盘的资料，涨停板挂进45091张，来，现在收盘了，45091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越涨越有人要，这上面哪个股票？这块股票，这块股票，我两个人老师，为什么你的股票都那么飙？从一月份优客，二月份的宇嘉，三月份的环天科正祥，四月份的台布金刚嘉禾，甚至到五月份现在的第一档华普，这个是啊，六三撇波，我当然冇撇波，但是你不要问那么多，我只想问你，我在五月六号这一天有没有叫你买？我跟你估价呢，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，我你上我爸上，啊，加减买几张啊？赶快上车！有嘴讲到无呢？讲到要烧车？啊，六月哦，五月六号买得到，五月七号买不到，哎、欸，买得到。接下来五月八号买不到了，昨天买不到，今天买不到，你买不到，你不能怪我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我有告诉你，我早就告诉你买点已经到了，赶快上车，你不听。那怎么办？五月难道只有一档标股吗？一月份只有一档，二月份只有一档，三月份哎、欸、就两档了，对不对？环天科正祥嘛，一月份是优客只有一档，二月份只有宇嘉一档，对不对？三月份哎、欸、变成两档了，环天科还有正祥，四月份更多，台布金刚还有嘉禾。那五月份呢？五月份只有一档标股吗？当然不止。更何况华普这一支股票你现在要去抢已经买不到了，买得到的时候五月六号五月七号你不买，现在对不对？买不到，那买不到怎么办？买不到就不要追了嘛，因为怎么样，五月份不止这些第一档标股，这是第一档而已，接下来各位投资朋友，我告诉你，眼睛给我撑大一点，我等下讲哦，如果你不想赚钱，你大可不要看我们的节目，如果你不想赚钱，你大可不用看我们的节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节目里面，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赚钱的机会。华普五月六号我有没有告诉你？有啊。但是现在买不到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买得到的时候你不买，买不到你要哐哐叫，不要再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五月份不是只有这一档标股，因为接下来这一支股票。我们叫他什么？我们叫他五月第二档标股。哎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！我告诉你，现在还买得到，所以我告诉你，即将起标，预购重塑，就像华普五月六号、五月七号预购重塑，你再不买，拍水连拉三根涨停板。同样的，这一只股票。你卡去发给呢？这一只股票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它去年第三季开始转亏为盈。好，接下来呢？那为什么？
什么会转亏为盈呢？因为它的本业毛利率高达将近八成，太可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说过嘛，股王叫做大力光，对不对？它的本业毛利率只有53%，我的钱3000几块。股后汉维科毛利率70%而已，我这钱2000几块，毛利率50%、70%的公司的股票2000块、3000块，这支毛利率80%的股票，一支要多少？敢3000？无，敢2000？唔免，爱1000无？唔免，我跟你讲，还不到20块。这一家公司，你说你的动作是不是要快？华府，对不对？买得到你不买，现在买不到了，煮熟了鸭子飞了，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这只是第一档。第二档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即将起标，预购重组，基本资料我已经告诉你了，毛利率将近八成，目前还不到20块，你动作你卡就卡咩嘞？各位投资朋友，今天我为了这一支股票，听清楚，今天入会的投资朋友，我让你免费自动升级，让你荷包满满赚更多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参加一般会员，我会给你特别会员的讯息；你参加特别会员，我会给你金钻会员的讯息。我告诉你，特别会员跟一般会员，他的会费啊，原本啊，差寡这你知不？差寡贵。金钻会员跟特别会员的会费原本差多少，你知道吗？差10倍。但是今天你们，今天你参加一般会员，我会给你特别会员的讯息；你参加特别会员，我会给你金钻会员的讯息，至少差5倍价钱。各位投资朋友，今天入会免费自动升级，让你荷包满满赚更多，好好把握这一次机会。各位投资朋友，还买得到的时候，你不买，等到他买不到，你再去哭哭叫，你还要这样吗？这一支股票我只能给你4个字：预购重塑。五月的第一档标股已经连拉3只涨停板的华普，五月第二档标股即将起标，预购重塑，今天免费自动升级，好好把握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来，谢谢。是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护的头部今日开放试做，小钱换大钱，先预付定金，赚到钱再升级正式会员，立刻打电话拨打0800-55808，0800-55808。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，也是门良心的事业。护德投顾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。最专业的投顾，护德投顾。护德投顾今日开放试做，小钱换大钱，先预付定金，赚到钱再升级正式会员。立刻打电话拨打0800-55808，0800-55808。哇哇哇！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就是这么方便，全国最大家具馆，很大很好逛，精品家具一次都能买齐。大都会国际家具馆春季三重送，现正实施中。老师说，地震时要蹲下，手掩护，不要惊慌。妈妈说，疏散时要不推不跑才会安全。可是为什么大人们都不保护自己呢？防灾需要行动，教育需要榜样。
欢迎各位投资朋友再度来到第二个阶段。今年一月开始，我每个月我都会给你至少一支标股。一月份的游客标啊，二月份的宇嘉有标啊，三月份的环天科标不标？三月份同样三月份的正祥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什么叫做标股？到了四月份，台部，各位投资朋友你自己看，同样四月份金刚，安尼行啦，安尼标啦，同样四月份嘉禾，所以我答应你的事情，我有没有做到？一月份优客。二月份宇嘉，三月份环天科正祥，四月份金刚台部嘉禾，我答应你的，我一定会做到。那到了五月份，五月份有没有？五月第一档标股，买点你到，赶快上车。六二三五，六二三五，好听吗？六二三五。给压住！今天怎么样？涨停板，一、二、三，我又赢了。我不是只有现在赢，一月份优客赢，二月份宇嘉赢，三月份环天科正祥赢，四月份金刚台富。嘉禾，五月份第一支第一档，我又赢了。其他老师怎么比嘛？我也懒得去跟其他老师比。最重要的，华府，当初我告诉你的时候，五月六号你还买得到，五月六号还买得到，五月七号还买得到，你不买。结果呢？一、二、三，而且越涨，涨停板挂进的张数越多。今天涨停板挂进45000张，哎，这下面人挂，这是不是你挂？这不是你挂的，那到底是谁挂的？昨天涨停板只有挂进38000张，今天涨停板挂进45000张，愈去人愈矮，为什么？因为市场已经发现好东西了。大家安怎一拥而上啊，所以现在你买不到了，你现在去抢得到吗？抢不到，但是我告诉你的这一天你还买得到。哎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我买点你到，赶快上车。你看看哦，从一月份开始你就错过了多少标股，今天华府还买，今天华府已经买不到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就有二，所以买不到就不要买了，有没有听到？因为紧接着这一只股票，我们叫它五月第二档标股，即将起标，预购重塑。五月的第一档标股华府，今天已经第三只涨停，买不到了，对不对？买不到就不要买。接着这一只五月第二档标股，各位投资朋友即将起标，预购重塑，今天入会。免费帮你自动升级，让你荷包满满，赚更多。什么叫做自动升级？赶快问我的助理。最重要的这一支股票，第一档标股连拉三根涨停板，第二档标股即将起标，预购重塑，好好把握。今天免费自动升级，好好把握。今天到这个地方，祝大家操作顺利，赚大钱，谢谢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
视有无限可能。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。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护的头部今日开放试做，小钱换大钱，先预付定金，赚到钱再升级正式会员。立刻打电话拨打0800-55808，0800-55808。用心，用心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。也只有用心，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。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当您投资失利、求助无门的时候，别失意。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，专业投资帮助您，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是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。最挺你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妹妹啊，去洗碗咯。妈妈说女孩不会做家事会被人嫌，爸爸说女孩读理工将来会很辛苦，他们为什么不对哥哥这么说？ CEDO 让女孩有发挥潜能平等发展的机会，我可以当科学家，我可以做工程师，我甚至可以开飞机。我可以，你也可以， CEDO 促进性别平等，让世界更美好。常春藤中学美式寄宿班经美国 WASC 认证，是国外留学最佳跳板，荣获国科会精英计划及美国知名大学入学奖学金，学生托福成绩高达满分120分，招收国一到高三的学生，7月13到8月17。